聖剣伝説3トライアルズオブマナ。好，多谢大家收睇，加上你哋嘅回归嘅系。上回有讲到咧，女子组咧进入呢个矮人隧道，系为咗寻找呢个雅芝咧，同埋呢一个火药。只要有火药嘅话咧，就可以去启动呢个大炮咧，去前往更加远嘅地方嚟嘅。系啦，有大炮嘅话就应该系去到呢、这个草原之国噶啦。好啦，讲翻上次咧就行到边度咧吓？系啦，前半步已经行完噶啦，接下来咧就行下半步。嗱，呢个矮人隧道一嚟嘅，去望一望先。上次即激战连场啊，就算呢个咩哥布王、哥布林嘅王者咧，就以及呢一个兹莱姆啊，同埋呢种咩竹鼠系咪啊？竹鼠熊啊 ，Molu Bear 啊嘛系咪啊？佢嘅攻击力都不知几强悍啊！系，如果唔藉着超，如果唔系藉着必杀技力量嘅话咧，就好难接触仙灯嘅。好啦，先养成先，大家都有学有所成噶咯，尤其是 Angela， 魔法吸取你学咗未？好似未啊，嗬。走防卫，系啦，阵间你会学识呢个土魔法噶啦，学定先。击破 M P 加啦，梗系，同埋呢个抢走防卫，嚟魔法型啊嘛，要抢走防卫噶啦，系提升嗰啲嘢能力先，以防万一啊嘛，同埋击破 M P 都要噶，即系打击有翻咁上下咧，所以靠你去打到敌人嚟回复翻啲 M P 嘅系。系啦，可能跳落去再兜翻入嚟啦吓。一闭，我都有心子，打到变低能仔啊！真系睇嚟，齐身就事成啦吓。我只得两个哥布林领主啫，阵间会升呢噶啦其实最好咧就系储多啲嘢 SP 嘅，唔好随便用嘅。如果一次过打晒啲敌人嘅话咧，就用啲必杀技。我前面有几只蝙蝠同埋一个哥布林王者，哇，好多只蝙蝠喺度，你过嚟啊，打我啊，打我啊！嚟啊，打我一棒，一次过打晒你哋，爆甲啊！You get lost. You get lost. Hit him. 打蝙蝠啦我。乜水啱噶？诶，打打唔点解打到落去嗰只蝙蝠啊 ？Thank you so much. 都有升 level 啊，所以咧我都可以可以用魔法噶，因为阵间都会升 level 噶啦嘛，系啦。不过好好奇咧，点解啲 HP 咧会摆喺右边 ，MP 摆喺左手面嘅咧吓？都系倾向咧 HP 喺左手面 ，MP 喺右面啊嘛。仲以为呢个去另一个通道添，原来唔系嘅。啲可以捐落去嘅，捉到乜嘅？
啦，呢一个咧路轨咧通往另一个隧道嚟嘅，不过我哋行唔到落去咁解啫嘛。如果真要行，我系行快些少嘅，因为敌人咧又会再出现噶啦。通常呢度咧，因为去另一个入口嗰度嘅，冇料到，就好似查案咁啊，嗬。哎，弊走唔切添。哎呀！多谢。系啊，你好叻女啊 ，Angela， 唔系 Charlotte。Thank you。今のが私の全力です。可能因为咧呢一个路轨太窄关系咧，我哋行到入去，唔紧要。安心自己嚟出咯，嗬？唔紧要啊，反正都系靠呢个乱棍嚟勾你噶啦。Yes， 大家升咧噶啦，系强啊，两强马咗我哋。天使圣杯又一个。二号咧应该跳落去啦，冇错啦，跳落去。save 佢先。哇！都寶石喺度喎，呢個格局應該係 boss 嚟噶咯喎，係都係唔好輕舉妄動先。掩佢哋，掩佢哋耳目啊！係走 ，escape 成功 ，save 咗先。同埋咧都要 save 喺最下面嗰度，因为阵间去拍呢个 boss rush 片啊，或者呢个大佬打法啊。十，再 save， 覆盖呢个 cover 一啊，一啊，女子做一啊，直播嗰个盗蓝片系二嚟嘅。唉，估唔到金女神像咧，就系同呢个大佬个房间咧间隔几大下噶喎。系啦，如果想用道具嘅话，就揿呢个上方向掣先嘅，然之后揿 LR 去换人，去换呢个使用嘅人物。睇我哋筷子剑系啲咩样子。如果 MP 真系冇晒嘅话咧，咁我可以即刻用呢个筷子剑嘅。嗱，我常用嘅咧就系呢个 Y 掣同埋 B 掣，佢哋都系魔法嚟嘅。咁其余呢一个咧就另一个常用掣就系呢个 A 掣嚟嘅，都系决定嚟嘅呢个。最少用嘅掣咧就系呢 X 嚟嘅，系。咁 Y、B 咧都系常用掣，系魔法嚟嘅。咁 A 同 X 咧都系道具嚟嘅，啊，即系呢个回复道具同埋呢一个解除不良状态嗰啲嘢回复药草。Okay, let's go, 打 boss 啊！
ここは、こんな穴、今までなかった。不祥预感啊嘛，系 boss 嘅气息啊嘛，系咪啊？依家咪格局，地震啊！聞いた今のこんなところを長居は無用。啊，算吧你，你净识两去活动嘅啫，又打交又唔识，等我嚟啊！类似地鼠物体啊，呢个哇，三方向嘅头顶岩石啊，系瞓起上嚟都几咩噶喎，哇，成条你伸起嚟啊，我嚟一击啊，走，佢直线咁冲过去啊，快啲走啊，真系。现在下用这个捷径回复魔法先，这只飞弹他会锁定你再打的，这个走啊，他扑埋你啊，他在附近就扑的，打我笨，等他睡觉的时候是使用必杀技 KO 他的， Angela 靠你了，用这个圣光玉弹喐他，我呢得了，我用大技一下都，系咯，佢发红啊，系打到见红啊，成身红色啊，系发嬲佢。大力猛击啊！我都保命先。系啊，当佢发红嘅时候，打电猛击啊，就系用呢、這、一个，跟住佢翻入去嘅又恢复平静啊佢。系咯，我缺点就咩咧？成日揿错掣，低人仔啊真系，走啊！佢拍埋你啊又。哎，走啊！奋力一击啊，直线冲过嚟啊！我打樽先啦吓，我又嚟多嘢。佢个手同埋条脷咧，都会一日伸过嚟啊！又唔好怪你打，有时都走，佢扑埋你啊！打身体。系啊，三方向掟岩石啊，又打我笨，打我瞓街嘅时候咧，时候咧用必杀嘅技术咧啱晒啊 ！Angela 靠你啦，用呢、這个圣光弹打佢身体 ，Over is dead body。当佢见红嘅时候，就会咧进行呢、這、一个咆哮噶啦。发狂啊！又大地猛击，远离佢，慢慢行。一见到红色嘅话咧，颜色会跌落嚟嘅。Good job， 又嚟，大地猛击啊！离开攻击范围啊！又，好快要打。竟然已经搞掂咗呢条友啦，打佢条尾，搞你后面，系啦，用必杀技 KO 你，但系角度低云奈嘅，用必杀技 KO 你咧会攞多啲经验值嘅。今日呢个练习咧，多啲善用呢个筷子剑，系费事成日揿错掣咧，个尴尬。所以用法术咧，就唔知就变咗换人，几好啊！大家一齐提升 level 啊，嗬！通常都系噶啦，因为咧大佬咧 level 都高我好多噶。你呢？無事かい？
しかし驚いた。都唔使刻意升咧，咁就搞掂咗大佬啦。伝説の地底中。但黑佬好難講嘅。珠寶吞噬者都係嘅。人心惶惶，令到啲嘢之餘。宝石の谷って言われてるだ。大地裂缝有叫宝石之歌，原来话嗰个大佬个名叫 Jewel Eater 啦 ，Jewel Eater 系。Jewel Eater は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ぞ。Jewel Eater は出るし、ノーム様は。如果有呢个风属性嘅道具嘅话咧，可以用一用嘅。虽然冇人用识用呢一个风魔法，风系黑呢个土嘅，土都系黑风嘅。地之精灵啊，呢一个。是侏儒所尊崇的土之精灵啊，为了他才不敢乱收钱，不趁火打劫的这个罗夏兹啊，都算你识做。你知道我赚钱赚得很辛苦的。看来被吵醒了，真的。应该冇咁易俾佢食啦啩？ノームさん、私たちに力を貸して。おお、可愛い子ちゃんのお出ましじゃ。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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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嚟呢个落帽咧，大地之神都几风流噶喎。ノームさんたちの力が必要なの。わしゃ、かわいこちゃんの頼み事は断れないたちでの。よかろう。咁系嘅，可愛就係正義嘅某程度上。呢個落帽真係跳跳扎嘅喎嚇，跳跳下咧啲泥土咧都掟咗出嚟。系啊，虽然有大洞穴咧，但系都唔可以通过另一道噶啦。只有珠宝吞噬者咧，先至可以自出自入嘅啫。系啦 ，Angela 咧已经系学识呢一个钻石飞弹啦，可以用。系啦，而且 R 再加呢个 B 咧。咁今后咧都系用呢个筷子剑咧出呢个钻石飞弹嘅，系土属性嘅，因为有光同埋土嗰啲精灵咧，所以就有呢个相关嘅攻击魔法。因为超人版就当然玩超人版嘅时候冇用嘅 Angela 咧，今次俾佢大发痴威啦，可以系啊，同洛姆倾偈嘅话咧，咁就可以翻到去啦。あのノーム様を仲間にしちまっただか。これはたまげただ。そんなすげえお方とはつゆ知らず、先ほどは失礼したな。ほれ、ニトロの火薬差し上げますだ。いや、お金はいただけません。罰が当たるだよ。ささ、ドワーフのトンネルの出口まで、オラの魔法のロープで送って差し上げましょう。而家悭翻啲时间啊！お達者で、ノーム様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只有呢个火药嘅话咧，就可以启动呢一个超木级无敌霹雳大炮噶啦啊！大炮都系其中一个交通工具嚟噶，呢个圣剑传说里面，藉着佢咧就可以传送到去唔同嘅地方嚟啊！一嘢啊，行到去啦，另一个地方嗰度，好啦。基本冇必要再翻去嗰度啦，系除非啲宝箱留咗未攞啦，啲哥布龙不足畏惧啊！我哋俾一次啫。打你教。もう周囲に敵はいないようです。少し休んでいきませんか？不足為懼啊！我哋 level 高咗幾級，
火速咁翻去呢一个玛雅嗰度。所使用嘅道具咧，应该都唔会多到去边噶啦，系再翻去 check check 啦 ，menu 嗰度睇下。無事に火薬が手に入りましたね。よかったです。火薬を爆発させないように注意して、マイヤに戻りましょう。咁多嘢讲嘅啊，李斯。火速返回啦吓！系丧尸，驱邪捉鬼，系咧啲目标错咗嘅，好似我哋拣咗佢噶咯，我咪眼花好花，我换眼镜噶咯喎，系最多咪睇漏一啲嘢啊！系啦，呢个越用越熟噶啦，呢个捷径啊！有得避就避啦，啲戰鬥慳翻時間。唉，好嘥納税人啲錢啊！真係。应该唔使用必杀技对付啲卒仔啦啩，勾晒地。系啊，即系唔同嘅敌人咧，有唔同嘅死法噶，就好似哥布林啊，或者啲丧尸。死又有啲棚骨啦，或者啲嘢幽灵飞出嚟。系咯，都唔系打好耐啫嘛，翻去啦。好啦，如果我我亲自上马嘅话咧，就咁呢、這个捷径剑。如果第二啲人可以用特技或者道具嘅话咧，咁就揿上，然之后再揿呢、這个L R 去换人。总言之，系练好呢个手势先嘅要。都唔识拣嚟拣去，谂嚟谂去噶啦。争少少再升啊！呢一个盆栽升咧，咪就系可以。波特媽媽之友 ，yeah level 二啊，系敌人更容易跌落种子，几好喎、啊，系啊，一次过咧摆晒落去又得，即系执完呢一个种子再翻嚟呢个旅馆嗰度种又得，不过一次过摆落去可能有少少效率嘅，悭翻啲时间又系，一来一回咧好过，休息先啦。
好啦，一觉醒来咧，即刻去博士唔系嗰个发明家嗰度。學曬噶啦喎，個精神嗰度。強健咧，提加少少體力嘅係。系啦，即系咧，呢特技咧就有呢、這、一个icon 嘅，就系、是、呢、這个两个人连埋一齐咧，就其他人都可以用嘅。又如果冇嘅话咧，就只有自己先可以用。快速回復都好啊，有時可以慳翻啲道具，同埋咧都係可以快啲去解決呢個危機啦、哦，那個發明家裏面 OK， 同佢傾偈。啊，君たちは誰か？かよよよ、なんて親父ですか？咁都噏得出口。早く取ってこさせて忘れるなんて。うわ、そうじゃった。あいや、忘れたことなどなかったぞ。で、そのカヤクが。何でしたっけ？待ちたまえ！うわ、そうじゃった！真的想搏濕佢咧，我要喚醒記憶噶啦嚇！大炮二號軍，咁啲好軍喺邊度啊？我先冇想過你噶，我諗住直接咧去揾你嘅，係去出邊後院嗰度。唉，可能你真係望緊第二樣嘢啦嚇。或者你冇心裝載啦嚇。係啦，直接呢一個交通工具咧就可以傳送到另一度噶啦。終極華麗渦輪大炮二號。Ultra Gorgeous Turbo Cannon 二號の打ち損ねじゃ。渦輪啊！あぜよし。唔講仲以為炒渦輪啊！準備はいいかね？落就位，嗯啊！大炮發射嘅時候咧，就會彈去另一邊噶啦，又都會仲記得喺超人版嘅時候會出現呢一個地圖嘅，由一邊傳送到另一邊。不過咧，呢、這個 PS4 啊或者 Switch 版嗰啲啊 Remake 版嗰度咧嚇，就見唔到呢個場景啦，就係、是、見到咧射將啲主角咧射出天空嗰度，冇啦。乜唔係草原王國咩？點解會係呢、這個咩歌嚟嘅呢個？黃金之家街道嗰只歌嚟嘅喎，係睇嚟又喺射到野外嗰度，咁冇辦法啦嚇。既然嚟到呢度，唯有係前進到去草原國嗰度啦。
咁又系嘅，经历过就唔会痛啦。ここ穴がいっぱいで大変です。もしかしてフォルセナまでこの道を進むしかないのでは。もう英雄王様に会ったらこの道の整備を頼もうかしら。咁系啊，真要改善一下，真系要行山行蛇要人哋啊！全处全好啦，随你喜欢啦。如果我唔储存嘅话咧，咁就而家或者大机你试 game over 嘅话，就要翻到去村咗嗰个麦雅嗰度。死啦！如果冇办法再翻转头啦，又如果 save 咗嘅话，唔紧要啦，硬着头皮向前冲啦。如果真系受咗重伤嘅，可以翻去女神像嗰度恢复嘅。啲嘢属鼠怪高原一嚟嘅。打我啊！你成日打一个人嘅咧，妙妙，开始换人啦！真系好多风车喺度嘅喎，系睇意味住咧，嗰个草原国咧就喺附近嘅咋。揾到幾高攻擊力嘅喎，係直線係中距離嘅攻擊嚟嘅呢個滾動，希望可以快啲阻止佢啦嚇，發動 OK 快呢個。試下魔法啦。不過啲咩族鼠怪係咪啊？有鼠怪啊，係啊 ，Molu Bear 啊嘛。嗱，呢星星系咩嚟嘅咧？呢星星又俾你咧，就去跳落去呢个洞穴里面。M P 补翻晒咯，点都用咗只魔法嘅系，因为打完敌人之后咧，又会再补翻 M P 啊。应该索封我哋啲刺客床，因为识飞啊嘛。总之打到佢瞓街，又打到佢啦。啊！又补翻晒 M P 啊！你嚟边啊？哦，呢度喺后边，你真系啊！冇胆匪女嚟真系。人有 level 交喎，好嘢。不过 Angela 就慢啲，因为迟加入嘅。治愈之光。其实好奇问一下咧，到底有冇办法咧可以全员恢复体力啊？人人都可以恢复翻啲 M P， 冇啊，睇嚟。冇咯，睇嚟行上去嘅话咧，就非要咧就跳入去不可噶，系嘛？
因山崩而无法通行。宝石之谷多利安，系跳咗上去。我仔细咁望一望，睇下有冇啲咩宝箱啊，甚至系呢一个仙人掌君个位置，仲竟然有仙人掌君啊！见到，系喎，仙人掌小弟嘅数量，只要储储下，再仔细啲揾下啦。啲闪鬼弹啊，都几金嘅喎，打到我瞓街。切，不足为惧。大家都呢个SP 200嘅话，系可以出必杀噶啦，基本上。好啦，入去呢、這个捐入去先，就好似啲地鼠咧，捐入啲地底嗰度，再跳翻上去。系啦，杜兰嘅起点咧就系呢、這个有鼠红高原。不如啲地方咧，因为冇必要去多余咧，所以唔使去嘅，冇必要去嗰度啊。好啦，双重攻击收咗你哋。蝙蝠咧应该系暗属性嘅，所以咧用光对付系啱嘅，可。系咯，遥视者就可以去另一度啦吓。呢个有冇行错？咁就咁跳上去啊？呢头先有道理嘅喎，哎呀！系啦，星星咧就系下一个要去嘅地方嚟嘅。好，到哪要咪？お前たち、草原の国フォルセナに向かってるのか？そうか。英雄王様に会いに行くのか。俺はフォルセナの剣士デュランだ。訳あって旅を続けていたが、北の魔法王国アルテナが。フォルセナに攻め込むって噂を耳にしたので国王陛下をお守りするために一度国に戻る途中だ。委婉回国嘅声誉咧，先翻嚟嘅就系。俺は急ぐので先に行くが、もしもの時はお前たちも手伝ってくれ。フォルセナには精鋭の兵士たちがいるが、敵は魔法を使うから侮れない。
じゃあな、頼んだぜ。雖然我是敌国的人，フォルセナに攻め込む。私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だろう。雖然我是敌国的人，但好在冇知啲人哋。不过好在都总算咧冰释前嫌啊。点解咧？虽然大家都是敌国的人，不过咧目标系一致嘅呢一个，就系咁样咧先至可以化解一场呢个纷争嘅。系啦，就是要跳落去咧，先可以跳到另一个高原嗰度。唔好跳落去啦，如果唔系又要花时间兜翻上去嘅啫吓。去出去望一望先，都跳唔到入去嘅呢一个。啲咩像咧？到底迷之像嚟嘅？呢个像咧就喺个拉比兔高原、拉比兔森林咧都会遇到嘅。搞掂嗰两个油鼠熊啦吓，几好喎，扣咁多喎吓，系啊，可以feedback 翻即系啲 MP 啊。咦，个樽去咗边啊？打烂咗啦，好似冇受到伤害喎，几好啊呢个。都系唔好奢求呢一个 no damage 去赢噶，基本上都，因为啲 AI 咧成日好似中落街咁样，一跌埋去就中，你唔中人哋都中啦、啊。蝴蝶嚟呢个，识飞佢哋。蓝妹疯啦系，蓝妹仔冇人啊！边个辣啲啊？到底虽然我可能解释咗少少换嘅系，但系咧我会间唔中会讲下啲笑话嘅系，希望因为大家咧可以投入啲睇啦吓。你多次钻石子弹。系啦 ，HP 咧扣剩差唔多一半嘅时候咧，就帮佢回复啱噶啦又。本来林主咧就 HP 剩翻三四成先回复嘅系，但系今日一下子打死我啊系。以防万一咧，都系早啲回复好啲嘅。如果真系陷入劣势嘅话咧，希望咧尽量可以活灵活咁避开啲敌人嘅攻击啦吓，因为有时咧陷入劣势咧都系发挥到啲嘅威力噶。睇嚟都系兜去另一度好啲喎。又有补伤啦，但系如果捐咗上去嘅话，好在冇敌人出现啫。今日我去睇下另一个洞穴，我去都捐到边度噶咯。其实冇太大分别嘅啫，吓。都是同一个入口起点，算是好彩，天黑啦。你唔好彩啦，系中了一嘢，始终要中噶啦，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啊。精灵力量，
父亲的军徽啊。如果咁突大吉利市咧，真系冇呢个僧侣咁点算咧？点样回复呢？真系因为狂食糖啊！好在咧就喺随街俾你执到好多糖去食，咁又唔使惊咧恢复 M P 嘅问题啦。点知啊过到去另一边咧吓？哇！呢个紫色物体咩嚟噶？哥布林王者。爆得好啊！啲甲。O K 多，我扣得啊。哇，800卢克喎，好多钱啊！咁呢个魔法咧，回复咁少，但系道具回复咁多嘅咧吓。哇，捐到上去嘅喎，落翻去嘅话咧，就喺翻头先嗰度嚟嘅。就望眼先。打俾我，因为恢复 MP 啊要。我同我争啊！哎呀，俾你争赢咗添。
到底有咩办法可以过到去对面嗰个岛咧？吓，我一直行啦吓，已经谂到点样行啦我。驾驶喐唔到啊！系呢次执耳摊咧，人哋打得咁辛苦，先帮佢补翻刀。之后要用糖噶啦吓。知捐到边度咧？呢个又唔通捐到去嗰个对面嗰个岛？哇靠！咁多死。我阻住出滚动啦。これね。使うわよ。これね。呢回复道具嗰支补几多啊？今日兜到去下面啊！咁行落去睇下。如果见到啲强敌嘅话咧，就用呢个必杀技啱晒啦一次又搞掂佢哋。跳。系啦，终于嚟到个岛聚嗰度啦，可以攞宝箱又剩。啊，真系嘥晒，有嗰个绿色樽。轻盈严加，俾边个装备啱晒？攻击力突然显提升啦！跳。再行落去会有见到啲乜嘢咧？到底哇，滚得咁快啊！你咁后勤，啲手性嚟啊！太好啦，可以用多几次回复魔法啦。系时候啦，一次就搞掂晒你两个先，爆你哋交，打落边就知啊嘛，系咪啊？こんな力があったなんて。砂
齐齐升 level 嘅享受。教练强敌之后咧，攞宝物啦。而且 L 必杀技，而且 R 系呢一个特技或者道具，要记晒要。如果唔系嘅话咧，想出呢样又变咗出嗰样，想出嗰样变咗出呢一样。跳上去，好啦，于是就可以继续前进噶啦，系。虽然升咧之后咧，我回复翻晒啲 MP。发动得咁快，你都滚动 short 嘅。收声大发啦，真系。少し休んでいきませんか？系，基本上咧条路都差唔多咁上下嘅，系好啦。哎呀，避唔切添。如果呢个 SP 唔够嘅话咧 ，MP 都系一个不失为一个好攻击手段嚟嘅。啲 SP 唔夠啊，因為用 MP 啊，反之亦然。好啊，大家都升 level， 應該升夠啦。望完行完邊邊之後咧，就去行下呢一個中間位置，睇下仙人長君嘅位置。几时有得 save 啊，大佬？你行咁耐，急ぎましょう。如果真系俾人打到瞓街嘅话咧，睇嚟咧系时候不停咁转动呢一个 L 3啊，系猴子起身，有啲似话大玩大乱斗嘅 feel 嗬。睇嚟要去特别少少嘅地方咧，先系见到你仙人长君嘅所在。暂时冇乜料到吓，我哋俾一次啫。
呢个真系打飞先啱噶嘛吓，唔打飞点会捉咗啲嘢出呢个滚洞咧？超广大啊！呢个高原有排先冇得 safe。咁另一边啊，去唔到就去唔到噶啦。咦，城堡喎、啊、呢、這个好嘢喎，但系问题敌人都几劲下噶。夹威风，你打几下先瞓街啊？会。F 十三我拉比兔叻仔佢，唉，几辛苦终嚟到城堡嗰度啦。系啦，咁就呢个位置咧，杜兰话咧就话，而家唔使去嗰度啦，去得咁深入咧，唔需要。我而家可以去到噶啦，又系由呢一个高原嘅方向咧，就行到嚟呢个草原国嘅。去觐见英雄王啦哇！旋風槍嚟都出噶，一拍街啦！系喎，個藍烏風會出旋風槍喎，係。仲記得有個森林咧，個佢品取呢個類似咁嘅品種咧，即係用咗超勁嗰啲必殺技咧，搞到我哋啊 X 加 XX 啊，真係一鍋熟啊！都要游去补给下先啦，要定时定候去 save 噶啦嘛。话晒咧，依家都到此为止啦，今集都啊。唉，惨啦，一片死寂啊！这个城堡，城下镇，睇嚟受到魔法王国嘅大肆侵略噶啦。魔法王国，アルテナの兵士たちが攻めてきた。英雄王様が危ない。此下不妙，我要。好啦，下集咧到底会做啲乜嘢咧？我相信都呼之欲出噶啦。不过咧，即系经过舟车劳顿，都辛苦一轮啦，系时候好休息一下先嘅要。
たどり着いた草原の国フォルセナは魔法を好強横的魔法兵团突然の攻撃を受けていた。实力应该相当的喎。是不是因为红莲魔导师的加持啊啦？これから城内に魔法生物を召喚する。哇，魔法生物咁夸张添啊！系咪意味住要打大佬啊？肯定系啊！有道理啊，要快啲救佢啊，系，但系点都要休息一下先得噶。アルテナのみんなも倒れてる。お母様、これがあなたの望んだことなのですか？お母様、これがあなたの望んだことなのですか？想买嘢都唔得噶啦，而家兵荒马乱。你大发痴威的时候了 Angela， 帮你看看私人长官和你保密的所在。不排除会看漏情况出现的。如果真系万一大吉利士睇漏咗嘅话咧，我会再翻去噶。呢个敌人啊！既然有敌人嘅话咧，就梗系听日咧，即系下集啊，先再攻打啦。好啦，打咗咁耐，系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噶啦。储存一，好啦，下集咧再重整旗鼓，去修复失地啦吓。我另外都要救翻个草原之国嘅，呢个就系下集要做嘅事情嚟嘅系。好啦，多谢大家收睇，加上你哋嘅回馈嘅系，到底点样打得咧？有咩心得咧吓？可以留言讨论嘅，再 share 俾各大亲戚朋友一齐欣赏一下。好，下集再见啦。拜，熄机先。